蜻蜓立上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14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 我们这次活动是由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和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由大秦腔栏目承办的。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专业组的比赛。比赛开始之前，先要为您介绍一下7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李生茂。 第1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李娟；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齐爱云；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任小磊；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赵阳武；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张涛。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赵东红。再次欢迎我们7位重量级的评委老师。那进入到专业组的比赛之后呢，我们各位评委老师依然会通过亮牌的方式来决定每一位参赛选手的最终比赛成绩。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有部分来自于榆林的参赛选手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来进行展示。当然呢，这几位选手也通过云参赛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他们的参赛作品，我们逐一来看。感谢刘宁为我们带来的《窦娥冤》沙场一段。那么接下来有请七位评委老师为刘宁亮牌，请亮牌。 15朵金花，祝贺刘宁！我们来看下一位选手的参赛云视频。感谢十位为我们带来的挂画。那么接下来，同样有请7位专业评委老师为10月亮牌，请亮牌。13朵金花，祝贺10月！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选手的云参赛视频。学生吃瓜，这是我的地，我可没说宋江啊。 宋江，竟敢在太师头上动土，打捉捉的，来感谢王铎喜欢为我们带来的《扈家庄》。那么有请七位评委老师为他亮牌，请亮牌。15朵金花，祝贺这位。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参赛选手的云参赛作品。谢谢刘文强为我们带来的传统戏打胶赞。我们来看一下他最终的成绩，有请七位评委老师为他亮牌，请亮牌。14朵金花，也祝贺刘文强。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参赛选手的云视频作品。来感谢李胜奇为我们带来的这段挂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最终得分情况。有请七位老师为他亮牌，请亮牌。7朵金花，祝贺胜奇！我们来看下一位选手的参赛视频。谢谢牲口路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婉婉腔《三月桃花》，有请我们的7位专业老师为他亮牌，请亮牌。15朵金花，也祝贺我们的这位选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继续关注到的是陕西省第14届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我们的精彩呢正在继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的专业评委老师也即将登台亮相，为我们的小选手加油助力。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众朋友们，到这里，第14届陕西少儿戏曲。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奚恩信为获得集体银花奖的获奖团体颁奖。接下来要为大家颁发的是本次活动的个人金奖，获奖的是范高奇、赵子君、田泽浩、张启文等。有请获奖选手代表登台领奖。 同时，我们为大家请出颁奖嘉宾：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梅花奖演员刘远，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李生茂，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公共文艺频道总监赵岩，为获得个人金奖的选手代表颁奖。 现的可能，也希望这些秦腔新苗们能够茁壮成长，成为支撑民族文化瑰宝的参天大树。到这里，第14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圆满结束，朋友们，再见。